收音模式。你要对着喇叭，我要对着喇叭收音。要对喇叭。他们讲话要收，我现在在收，现在很少。你现在是？你就一直开着，要对着喇叭，我要收音。等一下访问再来拿。恭喜陈哥。恭喜白云。我现在收音。互相恭喜，恭喜一代女王团队。我们刚刚那个手势并不是一定哦，解释一下，刚刚这手势是说一代女王是第二。不要问，就是第二。好，就这样。而且刚才有一位我们的高级长官也说了哦，一个类似安慰，然后又让人家觉得不觉莞尔的话哦，就是这么多的耻辱还能够吃入围就不错。有带来，我要分享是这个。带来分享，我要分享是唇膏。哦，这个唇膏。这么多的素材能够入围，那节目真是不错，说实在。真的。节目做了十年，去年入围了。节目做了十年，今年再入围了。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sign。什么样的 sign？ 就是会让我们知道，其实离得奖已经不远。不远了，不管是节目奖或主持人奖，他总会入围，因为就像那个谁，露露他在我们旁白，我们都戴口罩帮我们旁白呢。对，他把我们的短剧变成我们节目的特色，他认为短剧就是这个节目的卖点。的确是。然后呢，我们也越来越用力在短剧的前面的设计上面。对，这个节目基本上无人出其右，我想这样的制作方式也一般很难见的。而且这么有人味的节目真的很罕见。我还想说，如果我们得奖的时候就要讲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对我这样想说，我非常的感动。我们在改想成为情境剧啊，带出主题的方式来呈现之后，很高兴有他们的加入，因为他们有加入，我知道他这么耐打。我饼干盖都打坏了。你确定我智商没有受到一点损伤吗？饼干盖都打坏了几个，你都还好好的，你就想说奇怪，我用纸壳饼把你打昏了。从那里打哦。哎呦，好了，你把你的小小的遗憾或者心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不对？我心里面没有遗憾，没有得奖的这件事情更证明了我真的是一个平常心来参加这个颁奖典礼，因为每一个入围者都拿出自己的最棒拿出来了，所以呢，不管是谁得奖，我们都互相喜欢。那个参加华，他已经叫上华还是上华？上华吧。正常来说啊，这个证明了一件事情，叫开低走高。是啊，就是前胸越低，后面的肌肉才能越好。这些没有，这些还不够坚强。有可能是，可是去年我也开很低啊，然后也漏很多长辈，但是也难得啊。而且今年我还特别加码，就是把我身上能刮的毛都刮了。很好啊。很干净的来，洗香香。你是刮得太干净。太干净也不行。人家说什么东西最好看？电影看电影，什么电影最好看？毛片嘛。怎么刮得干净？这个外形。我刮到几乎无码。可以啦。刮跟 baby 一样的，好光滑。人家没有问这个。说说开心跟遗憾，来，预备，起。我就说我没有遗憾了嘛，你为什么听我讲？真的没有。没有。我希望我上台的时候，我可以先感谢主。玛利亚，最起码我今晚上已经很多人感谢主。对，所以我就不差我一个。哎，你其实是个，真的是个福星的，从进到我们这个厅里面来，就入围了，或者连续入围啊。谢谢。对。因为陈哥啊，陈哥你带的好。哎，马云你好。这个今天卫视台为我们特别在一个台北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物，是这么漂亮的饭店，然后办了一个这样子慰劳大家的一个晚宴。嗯。大家都那么辛苦啊，没有得奖，但也给我们鼓励，光这一点就窝心暖心了。真的，谢谢，谢谢。谢谢卫视台对我们的不离不弃，谢谢。也非常谢谢我的老婆对我的不闻不问啊。哎，不是不是。不是这么对，他都让我用专心去工作，他都没有给我很大的负担跟压力。
让我没有后顾之忧的意思。对，好好讲嘛。他在，不能乱讲话啊。好了，非常谢谢你们，好，谢谢。谢谢。一代女王超棒。不好意思，是要上电子联网吗？是要上吗？是要上电子联网了吗？你要接访吗？对，不然。陈哥刚才在讲感言，好像有点哽咽，是真的，好像很感动哦，有一点点哽咽的感觉。你说在上台的时候？对啊，是不是有点哽咽？现在好像也有情绪蛮强。应该说那个心情有点太突然，因为节目得了，主持人再得的几率已经不高了。尽管这个节目许多人有些人看好，但秉持的所谓的分配原则啊，我想节目得到肯定已经很高兴了。而且我不明就里的也上台了，那再上来，而且紧接着我当一个引言人，哇，这。所以我那时候公布是得的时候，其实我完全转换不过来，所以上台之后我就让那个尚华先说，我在想这真的假的，这个心情好像上个礼拜看到小鬼的消息一样，是真的假的，整个人这样麻麻的，哇，好好玩哦，很感动，这个节目能够连续去年开播到现在能够连续入围两年，我真的很高兴，然后今年得奖这样。规划什么庆祝啊？跟家人一起什么？这倒还好，因为我知道电视台他们都会有安排。我有些朋友已经蓄势待发了。在我今天从家里出发以前，我们家里面其实社区是不是有办活动？我是主委，然后他们说如果有得奖就要我请客，我说 OK 哦。他说如果你得两个奖以上的话，他们要封街啊。你就知道我的邻居都很浮夸，是都很有钱。那他们就说他们出一半，这一下意味就是我要出另外一半。对，那你 OK 的啊？当然，我就不办了。他上台有办什么当漏章？呀，当然，我忘了谢谢有松嘛。当然，老婆家那个大家都说的差不多，我就不要重复了。我真的谢谢我的爸妈给我一个这么好的条件，然后也谢谢我所有一路扶持我的贵人长辈们，他让我觉得很像我应该充实自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现在我很高兴能够对于这样的一个节目能够驾轻就熟的，或者是能够兴致勃勃的，就是爱做这样的节目，然后我喜欢猜谜，其实台湾人也喜欢猜谜，然后有这么一个节目能够在这么多不同的益智节目当中，哎，他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我觉得很爽嘛。就像你们今天都是媒体人，可是今天我觉得就让你做一个新媒体，让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变成画面，变成想法，变成一个未来能够引领流行的事情。你会觉得乱有冲劲，乱有面子的。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目标跟想法，那我就很高兴我有得到这样的支持。完之后会不会觉得责任更重？先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把节目好好的做好，因为这节目我想好好走这个三五年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不会想说哇给自己因为有什么什么金钟魔咒啊，因为得了奖所以开始整个人患得患失，这个我倒不会，毕竟出道也快30年了，这个部分我不会。我就问他们说，今天拿着抱枕走星光还好吧？这是个很普通的问题，我们就说一切都很顺利，就仿佛您本人在身边一样，只是缩小了一点，瘦了点。不习惯。不习惯，好轻啊！如果是真人，我一定抱不动的。你斜靠，要靠北边走，要靠腰力才能够抱得动我。对
我没有特别交代什么，但是他们走星光，然后能够被访问，而且这次三立特别安排让他们同时受访，然后把我们安排坐在一块儿。所以谢谢三立这次转播，他们用了很多心思了。那今天亚伦的搭配是炎亚伦，你不觉得很特别吗？他就是个很特别的人。亚伦到了没有？我有请，而且今天我跟你讲，我跟亚伦说要来吗？我跟亚伦约好了，我们昨天前天我们每天都有电话里对词，然后我们说了今天结束之后如果得奖陪我到处走访一趟，就好像还愿一样这样子。哎呦，到每个地方跟大家见见面聊聊天，然后陪我喝两杯，他说没问题。其实我跟他没有很熟，哎，但是我们一见如故。哦，他小我一轮以上吧。他很奇妙的一个人呢。今天我们搭档，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一拍即合，然后他对于我的语言运用，他也蛮有同感，这个很不错。然后他的反应，今天在舞台上，哎，有个反应不是剧本，你们知道吗？我说，哎呦，我临时想到说，为了跟你在一起啊，为了跟你主持，知道是你搭档，哇，我让自己这几天下来暴瘦。哪里？哇，好笑的嘛，随便讲讲，猪八戒。然后他竟然回什么，你知道吗？他说他也是知道跟我要主持的时候，他这几天多吃了一点。好可爱，好可爱。这个不是剧本设计的，你就知道他反应很好，哎。想不到吧，偶像他竟然也有反应，这话不能这样讲。什么叫他也有反应？他很棒的这个部分，很好笑，我在台上我就笑出来。啊，那未来是很难讲了，不着急，边走边看吧，好吧。OK， 还有没问题？没问题了，那我要去吃吃喝喝了，好不好？谢谢。那我就喝一杯，好吧？那我就喝一杯，好。谢谢。你们没有事，没有开车骑车的，跟我喝一杯吧，好不好？三杯就行。来来来，跟我走，跟我走啊！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跟着，该怎样就怎样。对啊。因为我今天走基本上没有问题。你准备了？你怎么会走？这里都是酒而已吗？我们也有软性饮料或者是果汁。都是甜的，对吗？对。那有白开水吗？如果说我帮你准备。我好像。只能撑这一秒钟。